马家每年的团圆饭在除夕中午开席，马家十大碗碗碗飘香，十代表着十全十美，首菜当推一品当朝。一品当朝是一道蒸菜，豆芽、青菜、萝卜、豆腐，此刻要按照一定的规矩在碗中摆放成六层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寓意。这就是人做事要清白，这个就是人生跟法呀，东西南北的四面，这个就是标志着十二个一年四季十二个月，老的吃到百年长寿，小的吃到福寿延长。借着吃团圆饭的机会，家中长辈通过菜品的寓意向子孙后辈们讲述着家风道理和厨师哲学，这样的传递一年又一年，潜移默化，世代延续。